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视窗化，所以我到时候会，我还要自己开手机自己看看字，真的是，我要用手机去看聊天室，真的夸张。开喽。爆炸！好安，是阿卡姆，那是什么疯人院吗？我先说，这应该属于搞笑系列。太多人了。哈个头！哪来的车？为什么激动人呢？怎么激动人在最后面？太不科学了！哦，对哦，我还没有装那个手把，先装起来。你们瞧这个东西，哦，啊，消气。为什么有时候突然莫名其妙一下没声音呢？哈！嗯？哎哎哎！是不是要稍微的 K K 的？这是不是稍微有点 K K 的？啊啊，稍微。连讲话他们都不会讲。完全不懂这是什么鬼。好吧，只是为了拿钱。哎，等一下，看。看哦。他讲话都讲一些奇怪的东西。那等一下，我看。哦，福音哥现在抖内。等一下，我突然看到这个东西很不妙，弄弄错了。这样子。我还没有了解到这要怎么动哎、欸，这两个组合也是很奇怪、欸。你能够想象泥人只有这种身高吗？这里面好像没有人是讲人话的。这不是为什么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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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还没有吵到。其他没有，我还没有吵到方法。等等等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。我的 Control，
不是应该可以换？哎，这个只能够用那个吗？它不是应该可以用手柄的吗？哎 ，L Control。他喵！他喵！这个东西不能，他不能，哎，可以了。起来，突然就可以了。啊，刚怎么不行？他没有看到什么事？看到没有？蝙蝠侠大力踹，啥都没了。我要怎么？这闹哪样啊？啊，变成双人游戏了啦！可是我本意不是要用双人游戏的啊。变成双人游戏啦！可是我不是要这样子啊。不是这样子啊！我不是，我玩屁哦！秋豆，因为我现在，啊呵，哈 ，gosh， 这个东西要怎么？哎、欸，有负伤啊！让我换角色，升杀回来。嗯哼，然后 charter。
那等一下哦。然后啊，可以换了，可以换了，好，听到。终于，可以再唱完喽，耶！乐高经典的做法啊！等一下，让我吃，让我吃。罗宾，你也去吃啊！罗宾，设个助手，你真的是很，真的是很没有。你到底会做什么？身为蝙蝠侠，当然是四处打一打，按 B 嘛。嗯，我用杆子玩比较快。哇，好好，等一下，嗯哼，少哪一个字？真的是，那就要当一个疯狂的收集家。毁坏公物是蝙蝠侠做的事情，布鲁斯·韦恩才是负责。布鲁斯·韦恩才是负责建造，蝙蝠侠是负责破坏的。Yes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失败。这边干嘛？啊！因为我之前有玩过一阵子，那个之前有玩过最前面的关卡了。这蝙蝠侠爬不上去，爬不上去都很正常。他喵，你不是蝙蝠侠吗？嘎，上去了！这种三，这是3D 游戏没有错。这得熟悉一下。搞什么鬼嘞？为什么？
这是这种要上去上不去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你乖乖上去不就好了？啊切！受不了啊，九九！真受不了！你让我弄个东西，跳一下。我完全跳不过去呢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我本身有问题，还是这游戏本身有问题。哦，对，打老鼠也会，抱歉，刚家暴了一下。我只是想要安安稳稳上去，然后把这东西该死的东西给拿到手里，你不让我拿。你看他没有抓取能力吗？啊啊啊！抱歉，一直家暴自己家跟班。我也喜欢那个罗宾人，然后致歉。跳不上去，算了，我放弃。他喵，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难跳的东西。开始。Gosh！ 跑啊跑啊跑起来！我的跟班呢？他没有跟班。真棒真棒！他喵的，你罗宾爬不上去啊！罗宾，你振作一点啊，罗宾！为什么你啊？对哦，所以跟班那种这种骚风骚走位也是理所当然。说好的，啊！看一直被打到，奇怪，一直时不时家暴一下。天哪，我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乐高蝙蝠侠，这个叫家暴蝙蝠侠。天哪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我一定会被告到爆。蝙蝠侠，不要这样子！我是很想要施展那个攻击啊，可是我是很想要用攻击，可是。看不到，
然后这个东西是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吧，吃钱之前，根本你也要跟着一起吃啊！我不是很懂哎、欸，这一段。这个车是想干嘛？Glowing logo target， 哎，让我看完呢。很新。为什么你又复活了？混账！不要在那边玩了，正常一点。到底，到底射不射得出来的？射不出这玩意儿啊！会有穿起，会有这个东西不？哦，哦，原来是炸弹蝙蝠侠、啊，不，我都没有钱了。B B。B B B 个毛线！哈？我不会使用蝙蝠镖，不会使用蝙蝠镖的蝙蝠侠，这你有没有看过？啊！什么反应都没有啊！这到底干嘛的？好了，完全不懂。你去，难道炸门吗？啊，罗宾，啊，你是二代罗宾了，你就叫 Tim 吧。立刻已经挂了，也就是 Tim 了。我总共有四，我总共有四个罗宾可以用。四个都死完之后，就会换成那个，就会再从第一个开始，从头再来。我在讲什么东西？啊！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蝙蝠侠马戏团。What？这有这种操作？不，你太生气了。我太生气了，啾啾！你到底有没有打人啊？
靠，这样说我岂不是叫我就是说不行啊？差点就跟炸弹超人一样。欺负老鼠，哎，这一点用没有吗？不敢自信啊。照理讲那个东西应该有地方可以四处乱奔跑的。哇，飞得跟鬼一样，很棒，很好，很棒。家暴蝙蝠侠现身任意中，不要打我，只有我打别人。你跳不跳上去啊？哇，钱钱，吃吃吃！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……他们到哪里了？我完全不知道。我手机又……我的手机又受不了了。钱钱要吃，钱钱一定要吃。看到没有，蝙蝠侠从不杀人。蝙蝠侠从不杀人，从不杀人的，只是把他拆成那个五马分尸。听了，哎，这个上不去啊！天哪，这该死东西！你看，你也不行，下面有东西可以吃，吃啊！哎，跳去很尴尬。掉、哦！我这操！看到没有，罗宾就是要这样打。把他踩得跟鬼一样。变身。呜呼，太多钱都吃不到了。在干嘛？这个看不好解释一下。每周来这种。解释跟没解释一样的。
教育啊。啊，就这个，去他妈，就这玩意儿，这个东西才特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是我这游戏一直玩不了。去他喵！好玩！等下，我刚是不是直接戳爆别的东西？啊！这么一个英雄，说这东西他喵难用，不好动啊！这不要那样摸，这样很恶心。泥人。跑跑！啊，炸死罗宾了！对不起，罗宾，对不对不起啊，罗宾，又家暴了。对不起，又不小心家暴了一次。对不起啊，我只需要那个长相。在干嘛？是干嘛？
惨死。闹哪样啊这？我打不到他哎、欸。这样子哦，这样打他啊！嗨，双面人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哇，各种钥匙太大啦！真的连话都不能好好讲。这连正常话都不讲。自由模式已经启动了。Fast grab unlock grapple。其他的衣服也解锁了。啊？获得什么？Yes。啊，他这个音乐其实不难听的、啊，只是他一直重复。Minikids。真相是不是？先 backup 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有测试过，然后就发现不行，所以因为他一定要用手柄玩，要不然的话那个车，你看到那个罗宾操纵那个小车车是没办法动的，跟智障一样。哦，车车，拿扣扣，拿钱钱，嘿，我死掉了。那护栏呢？这蝙蝠侠不喜欢在自己家里面放护栏是很正常的。设定真的是很微妙。等等等，我把自己家的哑铃打爆了。真的超小心，我怕自己摔死。啊，一些东西要
完全。这啥？换另外一条服装是不是？哦，是一样的。钱都掉下去了，我是要捡屁哦！啊！超不爽！下去喽！只是为了把身上这边的东西全部拿光，然后就一直死亡。这是第三章。Episode 2，我等下应该来这。这区倒是挺好的。哦，这边是可以走的。嗯？要打的，等下要去弄的时候再去。好了，所以钱钱可以干嘛？走喽！好，怎么？过程还是蛮帅的。这是什么契尔人吗？班恩跟这是什么蜥蜴人吗？然后是人斧，然后猫，这是动物园啊！天哪！机器契尔兵啊！钱能干嘛？我也不晓得。收集完之后发现，好像。不能干嘛？抱歉，帧数太低了，实在是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，只看得出一堆机器企鹅兵而已吧。机械企鹅兵，大热气球然后逃跑吗？完全看不懂。完全不讲话这游戏，卖鱼的。他直接把那个东西写在这边，他对于有价值的东西非常有兴趣，要小心他的鞭子。我需要那个善心人士提醒我一下，到底钱可以干嘛？哇！这种跳跃方式真的没问题吗？天哪！好钱，还有老鼠。
我现在唯一能够先做假设就是，唯一能做假设的一点就是，它有可能，有可能是收集到更多的钱之后，可以解锁东西。What？ 上回我刚是不是挂掉？我刚是不是挂掉？嗯，这样就知道了。当个聪明人，制作东西喽。啥？那什么都先不要管，为什么会有那种我拿不到的钱呢、啊？身为蝙蝠侠会煮乐高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没办法。那你能不能爬、啊？呵呵，哦，安猫儿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说弄这个东西在使用的时候会有，你要经过这些物件之后才可，它才会触发。好吗？就像这样子，好莫名其妙。这是不是有些是限定的、啊？所以我说这个钱到底是拿来干嘛？这应该穿上什么服装之后才可以解锁吧？是啦，最喜欢吃钱钱的。他们要是够尴尬、啊，这不是你。完全不知道这边要干嘛。太不科学了。
太不科学啦。这个蝙蝠镖是好用了，变得超好用，可是好不科学。天啊！对，这个那个城市破那个城市里的破坏者蝙蝠侠。黑夜的化身，城市里的破坏者，您的好朋友蝙蝠侠。我就拆迁工吧，为什么这东西要亮成这样？哦，制作，潜水弗罗宾，我要换成你，变身。磁铁啊，可以攀爬自如，是这个吗？太棒了 ！Gosh， 棒是棒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走过去，不对。走起来反而障碍很多。你怎么上去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今天不说别的好了，这有太多我不理解的东西了。为什么你会走过去？为什么？啊！要走上去，要走上去的。啊，那个钱收集是要拿那个吧？是要，哎、欸，钱收集是为了要完成那个故事线什么东东的吧？以常理来讲。钱呢？开玩笑吧！我有点很好奇，这东西不是，这东西也不属于可以那个的。啥？拿不到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抱歉，本店不提供服务。目前还有一堆我。要理解不理解的东西，天哪！啊，这个小心点。
时光。哎，这还可以再破坏一次啊！天哪！不必卡住，你太胖，该减肥了。这要爬不上，要不要这么嗨。没看过这么嗨的蝙蝠侠，哎呀，这破窗什么都家常便饭。不要再滑了！你在滑什么？滑冰了，受不了，为民除害。奇怪，这卡的感觉到底是从何而来？你坚持己见，我不懂他的。完全，你为什么想要跳？为什么你要跳？跳上去的理由意义不明啊！破坏不了那个东西，爬，拜托你爬，爬梯子里总不会出现什么。好像踢到什么东西，为民除害。打老鼠掉一颗大大的爱心，这太不科学了。为什么？
可以滑翔了。再见喽，罗宾。看蝙蝠侠那激动的表情，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蝙蝠。所以蝙蝠家，身为蝙蝠家族的人，当然都是会。他每个个都是能打能闹，能煮乐高。你看，就除你看，你看你看看吧，蝙蝠侠除了那个正义联盟，除了蝙蝠侠那个有在煮乐高以外，其他有哪一只有在煮啊？正义联盟我不知道。按这个。有些一不明，有些本身就乱自己乱跳了。那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去哪里收钱呢？哎，算了。上不去，这一定要罗宾吗？走不上去啊！乖乖的走楼梯，要乖乖的走楼梯。挂了，钱不够，啊，钱啊，钱。因为蝙蝠侠都是在晚上赚钱。不是被我讲的跟什么鬼一样。啊，种花。冲花 ！What the？ 啊！为什么我种完花之后还要再把它弄坏啊？我很无奈啊，为什么我筑起了一个花之后，我还要再自己把它给弄坏啊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占有欲啊？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
挖空下来，做梯子喽。加爆了！哎，你跑走！我的，不管那么多，先拿起。啥？走了 ，Superhero， 对，好，啊，还不能呢、啊。到底在打什么东西？这让我上去啊，罗宾！又不穿这服装，又是小车车，
这个一定要。不不不不，你不需要过来啊！到底什么东西在揍啊？到底在揍什么东西？我很好奇，真的，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揍？到底在揍什么？哎，对哈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了。最麻烦了，他好像在上坡还是下坡的时候，莫名的慢。看到吗？我这是实在是，我的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车怎么上去了？上啊，车！看到吗？那个车，车本身超难上去。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个车比我想象中还慢呢？所以这个是它本身就有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慢慢来。可是这是我遇过最慢的一次。当时不想玩这游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车，那个小车，这根本就慢到不行。看那像素点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有在动。总算了，哦，天哪！拿东西，吃东西，滑翔翼是啥？到底什么东西在揍啊？
有人护咒哎！天哪！真的没问题。哎，是没有罗宾的吗？哦，罗宾死掉了吗？哦，我们一名神武的那个蝙蝠侠先生都是弄完即丢。为什么里面会有蝙蝠？下去喽。不，最近游戏怎么都这样子嘞？我找的游戏怎么都会这样子？糟了，都这样子，都给我来这一套。拜托，事到当前进度吧，要不然的话，每玩次就气到。我的，我前面玩的整个直接报销哦！天哪，他喵，这重来！啊哈哈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受不了！重来喽！
冲了。What？ 随机的吗？前面怎么没出现过这个？又是一只企鹅哦！屁啊！怎么每次都有那只企鹅？丫的！破了，
好。我决定呢，这边的东西基本上也不要用了，打个心酸的。你们开玩笑，这个东西真的是打心酸的，而且特别是我刚刚已经完成了之后，我还要重新花时间再去重新弄一次的感觉很糟。家暴，好了，这洞我还不能自己跳掉啊！天哪，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砸？啊，拯救市民的意思吗？难怪一直在臭，有臭人的声音。受够了！罗宾啊，我说真的，不要卡着啊！
从这里。不能直接从这边飞上去吗？啊，那个是这个是避过、哦。你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个东西不知道挤多久呢？这是必定的关卡，天哪！天哪，这我都忘这一段是要这段必定哦！天哪，太夸张了吧！这爬坡超慢的啊，这个是不是 bug 啊？开心不起来。上去啊！啊，这还可以救我了。可以行。蝙蝠牌 C4， 你值得拥有。好了，收一收。
总是要打。Catwoman。这一段是，舌头。哼，叼走了。哇，没有全部弄完，算了。滑翔衣，磁铁衣，差一点。还是不懂这个是干嘛的、啊。今天应该差不多到这边吧，已经快九点了。其实还蛮好玩的啦，这招其实蛮好玩，可是刚刚荡掉那一刹那，他我觉得很不爽。欸，他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讲？他有好多东西，其实还要后续，他是后续还要再自己集齐才有的。这总共几张啊？很好奇。好嘞，
三张而已嘛，不可不可能。哇，阿福果然是家暴，家暴蝙蝠侠，我只想说试试看。糟了，阿福复活啦！万岁！阿福，机长。东西在这里有，这边有东西，然后这里都是干嘛？这里可以干嘛？可以买东西啊！感觉这个东西是后续才有，好像集齐什么才有的。走上去，不清楚这个。这样子好了，避免他要跟我再自己自我爆裂一次，这样我真的受不了。那个任务是 Hero Mission Run， 简直写的简单易懂啊！天哪，可是这样才三关而已呢，这样真的没问题。所以他有更多关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了，因为这游戏基本上。这应该，如果只跑主线的话，应该是很快就会跑完的啦。如果我不在意那些成就之类，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毕竟这个东西娱乐性质比较高。我、哦、看阿里弗的那个脚走的方式，好恐怖、哦，怕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啦。老实说，我一边开的那个手机，一边看聊天室，一边玩这个，因为缺一幕，我根本就没办法。完全是没办法，而且有些东西你还要后续，有些东西还是很后续的东西，一些什么机关啊、秘密物品啊，你要重新找。啊，今天这样子了，就完咯。然后下周的话就是，因为要稍微转换一下心情，所以我就玩这个。结果这一个那个蝙蝠侠里面。讲话都不讲的，哼哼哈哈，没了。啊，今天这样子啊，然后下周的话，我看看，就是还是先玩 Half-Life， 然后之后再去玩那个。如果它结束的话，之后就是先把乐高蝙蝠侠先玩完，因为我三代都没有玩，我三代因为一代就没办法玩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一直搁着就没有玩。现在可以玩的就应该 OK， 尽可能先把 Half-Life 玩完之后，就先把乐高蝙蝠侠玩完。玩完之后再换 Half-Life 2， 之后再玩蝙蝠侠2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啊，先玩咯，拜拜。